从清朝到现在，有300多年历史的云林北港朝天宫是当地的信仰中心。而今天的宝岛手透透单元，我们就一起来学学当地的手语笔法。北港朝天宫的手语笔法是北港拜拜。为什么要比成北港拜拜呢？我们不比宫或庙的手语，因为各地宫庙太多了，方便起见，就用拜拜的手语来表示，所以比成北港拜拜。北港朝天宫是当地很有名的庙宇，所以比拜拜的动作大家就知道了。不过像是台北的一些庙宇，龙山寺呢，我们是比龙山庙，行天宫就比行天庙，都是照字面来比哦。